底要带我们去哪里？今天天气蛮好的，是一个好天气。妹妹有爱心。都大小便了，赶快哦！太可爱了吧！要擦脚脚才可以进去哦。妹妹走了，原来你今天要来爬山了。我们今天来五峰旗峰景特定区，现在要来登山喽。不行，你要认真一点，自己要爬山，自己抓爬山的。哎，不可以，妹妹。自己的路自己走，快一点，加油加油！好啦，不要大背背给你。
内你现在可以自己走吗？你这样子，我怎么到上山的路？妹妹，我那个卫生纸都不见了。你有在爬山吗？没有在。啊？你个人走楼梯了欸。对啊，哎，你再走三下去。妹妹，今天不能去第三层的瀑布。今天带你来森林里面吸收分多精液里面，你有感觉吗？就是在树林里，就是很凉快，而且这边空气真的比较好。我们今天是住天使情侣，在宜兰郊区，不知道今天妹妹住那边会不会习惯，也不知道她晚上会不会认床。就是没有住过外面的饭店，那我们今天是找宠物友善的旅馆。找到了，现在还有继续走哎。等一下，如果他不走的话，他就会跟我们讲说：“哎，你那包包要拿起来喽，放在那个他的小推车的包包全部要进空，本姑娘要坐进去了。”妹妹绝对会这么说，她会用那个眼神叫姐姐把东西清空，对不对，妹妹？下次我们有机会再来爬。我们再来挑战抹茶山。那天我们大家的装备都要轻一点哦，不可以太重。
那你也要减肥哦，知不知道？你要稍微轻一点，这些才抱得动。妹妹，出太阳了耶，天气变好好耶。今天查天气，原本查到是好天气，可是来到宜兰发现地板都是湿的，所以他们应该之前有下过一阵雨。哎，这风景真的好美呀，对不对？妹妹要不要上去看？天空也好蓝哦，还有那个白云搭配起来真的是好美。还没人抱妹妹上去看。哇，现在有那个凉风吹起来真的好舒服哦。来看一下妹妹，妹妹的屁屁很可爱，最喜欢看柴犬的屁屁。哎呦，她叫你让位了啦，怎么办？不想走了。对啊，你怎么可以爬山教妹妹自己爬，说下山的时候自然让她坐车车。不知道是什么鸟在叫。啊，为什么换我推？这一台有点重。哎，这还蛮重的。哎，真的有松鼠，它的头长得有点怪，它就是比较老嘛，它可能胡须比较长。哎，它真的长得不一样哎。对，它的脸，哎，可是这台 GoPro 没办法拉进去，拍不到它。人家它是不同。那你等一下还要走一个多小时哦。哎，至少这边的路是平坦的。走了，我们要走上去。不用走了，姐姐拉你。
妹妹累啦，好凶，我们要走去上。这台车可以寄放在哪里？下次来爬山是不用再扛上去，觉得很瘦。大自然，奋斗之耶！哎，妹妹今天笑眯眯的，看你很开心的样子。我就很……那你下次可以，你下次上去也是会在这里吗？觉得这里好适合你。他说嗯。一个狐狸尾巴。哎，你都不玩水？你要玩吗？对啊。怎么回程的时候比较开心？的葱油饼，妹妹好多人哦，等好久哦，买了两个，等一下再回去吃。这两家人超多的，终于买到了。这个花生冰好吃吗？蛮好吃的，只是买很久了。哎，它看起来还不错，它有它两个颜色的冰淇淋是不一样，它应该是冻